建华自婚后，曝光率就一天不如一天，不久前连工作室的微博都清空了。忙于拍戏的他许久未露面，嗷嗷待哺的粉丝们都急需霍建华的神颜来为自己注入鸡血，皇天不负粉丝心呢。前几天在机场，粉丝们终于等来了霍建华，加宽加厚发布到变成 XLL 版的霍建华。一开始都以为是霍建华健身有效，胸肌饱满，结果等他迈开步子大步走来，才知道那波动的胸和以为的腹肌全都是肥奶呢。邓紫棋全都是泡沫第二版的灵感，可以找找华哥了。蓄着胡子的霍建华腿上穿着破洞牛仔裤，本身应该是很随意的装扮，结果被发烫后的大腿挤成了紧身裤，好怕肉从破洞里凸出来哦。本身黑色是最显瘦的颜色，霍建华搭的黑色外套却一点没帮他瘦身成功，里面松垮的军绿色打底衫应该就是最大的败笔，真是把霍建华的肚腩肥肉凸显到极致。不过中年发福也算是中年男演员难逃的魔咒了，可能也跟结婚之后太幸福有关。看看林心如天天在微博大晒自己亲手做的甜点家常菜，霍建华想不胖都难吧。之前林心如探班霍建华，及全剧组的人都带去了甜点咖啡，还立了个纸牌幸福人妻心如，上面甚至还画满了爱心，啧啧，是真的用爱在养着霍建华啊，有点替小海豚可惜呢。以后长大想看老爸的神颜，只能寄希望于旧照了。